第一個月2000，哦，喺加州嗰啲 test 佢唔問嗰啲數喎。Answer calculate by 40000乘咗0.06，再除翻12咧，首先揾咗第一年40000嘅六厘息係幾多錢 ？Which is 24000。喺呢24000裏邊咧，就揾除12咯，除12咪2000蚊咯。咁所以答案就係2000咯 ，D 咯。